在这废弃的房子里面，应该是烂尾楼吧。到永安这边，然后我现在在离永安大概还有十几20公里吧，大概明天就可以到永安了，然后再下面就是龙岩或者是漳浦，然后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 G205，然后都是重合段。
最重要的原因就是，这边大货车很多，全是那种几十吨那种大货车，而且速度开得很快。今天差一点就被那个大货车司机给别到那个护栏杆那边了，我的鞋子什么的都被他磨了，都磨掉了。哇，今天确实大货车的司机给吓倒了，有点。哇，那些司机开车，我感觉是不要命一样，都是开得很快很快的，而且开起来一辆接一辆，一辆接一辆，非常多，全部感觉都是这种大货车，还有运泥巴的车，还有搅拌机车、搅拌水泥的那种车子，全部是这种车子，我搞不懂，我想避都避不开，真的。这种车子特别的让人讨厌了。好了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要躲进帐篷里面剪视频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再见。